来点高难度的好不好？印第安老板娘，周杰伦地表最强演唱会真的是要来点高难度的，因为嘉宾阵容堪称华语乐坛史上最豪华，第一场就请来金曲歌王萧敬腾。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你围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哎呦，不错哦，屁股可以哦，屁股可以。尖叫声在哪里？哎，你的屁股为什么热热的？告诉我一下。我掀了一波高潮。哦，不错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喂，不然这样子，你屁股蛮 OK 的。不是，我们这个很挺，我们背对背的感觉哈、哦。热热的。哎，对，热热的。只差那个手没有牵上来而已。对、哦、我差点想拥抱，像铁达尼号一样。我们好像。你干嘛离我那么远呢、啊？不是，因为你屁股热热的、啊。你才热嘞！你唱那么久了。我跟你讲，昨天呢，其实我们两个哦，在新生公园。对啊。打球打到凌晨两点半。你疯了？不是我疯了，是你疯了。你疯了。因为我就想说，哎，不对啊，哎，我明天要演唱会，打完这场我们就走了，好不好？然后跟我讲说，不行啊，刚刚那场输了，我们要赢了再走。哪有人输的走啦？你这样你也敢回去？不是，我们有时候这样你睡得着吗？我们要让那些民众路人要开心嘛，对不对？而且我就看他很感觉很像以前的我，就是不管怎样一定要赢，那个好胜心真的很强。对啊，以前的你。啊，对，因为我听你歌长大了。我爸也是听你歌长大的。同台飙哥互亏之外，周杰伦、萧敬腾还直接在台上 PK 打篮球。我就说啊，输的我们要做这个青蛙跳，是吧？然后要学着青蛙叫，呱呱呱呱，这样啊。不过他这个人真的是好可爱，想不想看一下他的青蛙叫？我跟你讲啦，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啊。什么？为什么？哎，有没有篮球借一下？有没有篮球？免夹，我刚刚看到藏在后面。哎，很爱演，不要这样破梗，我是综艺。还是我们要不要惩罚更严重的？敢不敢？敢啊，我没有什么不敢的。比如说哈，这样，你有首歌叫《小蝴蝶》，输的话在脸上我就帮你画小蝴蝶。那你输呢？我有首歌叫《印第安老斑鸠》嘛，印第安老斑鸠，你随便找一个画。你变了。来罚三杯，你要画印第安吗？不是，画我的老斑鸠在你的脸上。好，带来这首告白气球。被仔细做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地界云霄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想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两人一起合唱破译神曲告白气球一万颗白色气球也从天而降气氛嗨到爆炸不过惊喜一天接着一天第二天请来的同样是重量级金曲歌王林俊杰还代替周杰伦弹钢琴现身出其不意为你唱歌的那一天
识的那一天，快乐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城市的下雨天，我好想再听一遍。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玩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一起来。我觉得啊，这次是我这个讲真的，其实我很少，我这个人其实在音乐上面很少夸赞别人。嗯，你是我心目中我觉得唱的最好的男歌手。真的假的？昨天那位呢？哦，昨天有人来吗？我看新闻好像有，哦，好像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被 Q 上台，是不是？对，他自己上来的，对啊。哦，难怪穿得像睡衣一样啊。他来穿来到天王的演唱会。哎，穿一个运动服，好像刚打完篮球过来的那种感觉。昨天那个人传简讯给我，他传说他昨天唱完很爽，然后传说我跟你讲，嘉宾里面不会有比我更嗨的。真的吗？那你们要更嗨才对的、啊。有没有比昨天大声一点？所以我们讲，我们要唱的比昨天还更多，好不好？我们要让他知道。第一个来的嘉宾都是热场。为了隔一天。那应该没在看吧？哈，对，没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啊，有记者在拍，应该有在拍。那我们就是开玩笑的，我们大家都是开玩笑。对啊，对啊，对啊。昨天他唱的真的非常棒，非常棒。他那个高音啊，我跟你讲啊，刚一开始耶，脚音量很开的。林俊杰接力来帮周杰伦助阵，不忘调侃一下前一天来的萧敬腾，逗趣对话笑翻歌迷。但双 J 好不容易合体，不是只有聊天而已，把两人经典情歌《修炼爱情》和《最长的电影》mix 在一起，惊艳全场。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换了，要我怎么记得？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一眨眼去养一身伤。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哎呦，是不是还不错？这个时候我在说，哎呦，不错哦。来来哦，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想念我，我会受不了你。最后一遍，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的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说想念我。没想到很用心，对，很用心的把嘉宾给请出来，而不是只是唱歌唱到一半就升上来这样。每次要想一个梗，创意十足的周杰伦，就是连嘉宾出场方式都要很有梗。第三天特别找来魔术师变出经典偶像剧主题曲《情非得已》，Q 出哈林与陈清。让我们再次掌声哈林哥好吗？耶！你是啊，哎，现在才放下，终于下来，我
我觉得你是很敬仰我，对不对？没有，这是一种音乐的地位哦，就是高高在上，尊敬。就是我不能跟你同台唱歌，你知道吗？我如果你要这样，我要这样子跟你唱歌，那我趴着呢？没，那我跪。以你这个年龄层，你怎么会找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来当嘉宾啊？对，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关怀一些老，不是，比较关怀一些那种前辈，我是很尊重前辈的。四个都很熟，但熟的程度又不一样。有些是可以说一些风凉话的、搞笑的，啊，有些就是这个毕恭毕敬的啊，比如说哈林哥就是啊。因为最近都是要这个尊重前辈嘛，所以喂，尊敬哪尊前，哪提不烫提哪。搭上时事风要尊重前辈，不过回到演唱会上，当着哈林哥面前，周杰伦又忍不住开玩笑。讲真的，我其实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没关系，我谱已经写好了。你真的没听过缺口啊？哇塞！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说，我只听自己的歌啊。来了。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哦，还有乐队进来哦，阿里送，大家熟不熟？来喽。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手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没有舍不得我，你说你也会难过，不相信，趁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哎，你可以接回去你的歌。周杰伦再次展现音乐才华，台北小巨蛋一连开唱四天，嘉宾每一场都是大咖，诚意破表，就是要把最好的福利留给家乡歌迷。文学乐，简宛如整理报道。